一上一下，对，短的放下面，长的放上面。然后这是放进去的时候，后面是上下分开的，前面是同步放进去的，这同步放进去，对，下面是分开，一上一下分开，对，起到作用。好了，然后开始来收紧。然后开始切断跟热熔，好，哎，推带按一下，整体拿出来，OK。